机会交给 Garcia。 哇，柳文哲这个都 no looking pass， 看右边传左边的，这个时间点抓得刚刚好，所以用眼神就很轻松的做一个假动作。球在外围，张宗宪切入拉杆出手，球进。这为什么他在两分球命中率高达了50%以上的原因？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进球，拉杆的上篮。然后，见张宗宪这球收球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好的身体的一个协调性跟平衡感。回给 Neville， 塞给威兵，篮下的机会，左转右转用左手，哇哦，这是一个战斗陀螺的打法。哇，他可能是这场比赛的 MVP 了。再转移交给林立人，小林切入也被盖下来。哇，今天威兵攻守两端都看到他的身手。尤其他真的10秒钟，给到外围，剑切入拉杆出手，球进算 and one， 直接的突破。看这球跟对方啊多么具有身体的接触啊，他依旧他有空中的有续航力。先过的帮忙防守李恩，再跟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周伯勋一个身体的接触。